夜莺小姐的谜题，你参加了吗？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这里是南航呀。这次更新之后啊，上线了一个新的活动，叫做夜莺小姐的谜题。好奇心总是会带来好运，要来尝试一下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是要氪金的呀？哦，一个大的水晶球，里面似乎隐藏了某些讯息。点击触摸，啥呀？这是幸运折扣。5折的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购买皮肤的一个券吗？哦，兄弟们，这紫皮一下子就便宜了好多呀，相当于之前就是买一个紫皮的价格，现在可以买2个了。我这算幸运吗？这个能摸几次呀？我看看，本页的全部是5折的，限购数量是10个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大哥。还有吗？我可以再摸一下吗？不行啊，折扣将在4、5、6、7中随机产生，所以说我这个运气好像还不错哦。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到最低的4折，但是5折好像还可以啊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我们什么喜欢的皮肤啊？这个折扣的对应的皮肤应该是都是这些皮肤吧？主要是皮肤，你看一下，有光天使、老厂长的这个是什么？永恒之网。穹窿遗恨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哦。哦，它单指的是回声的折扣，碎片的话，你们看一下，还是4888的碎片，并没有折扣啊。只有这5个紫皮，包括佣兵的达克斯上校以及前锋的蛮牛之力，剩下都是蓝皮了。这里面的话，如果你们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其他的号是什么情况的。如果你们这些皮肤里面不知道怎么选择的话，我比较推荐一个空军的穹窿遗恨，好吧？以及这个前锋的蛮牛之力，这两个紫皮玩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呀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次新上线的一个夜莺小姐的谜题，你们来参加了吗？快来试一下你的运气吧！这里是南航，我们下视频见，拜拜。